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，我在三亚的火车站。被一个大哥截胡了。胡萝卜吗？11:40，喝个奶，准备睡觉了。7:00起床。是早上的8:30，开始我一天的工作。今天三亚在下雨。买票。这里就是后海渔村。下好大雨啊。这个时候像导游了吧。今天呢来到了海南温室粽子加工厂，这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字号了，然后今天带大家去看一看海南的粽子是怎么做成的吧。现在呢看到的是温室粽子的企业文化。温室粽子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了，采用传统的工艺和独特的配方，受广大民众的喜欢。那么这个企业的话呢，也是支持当地的贫困，用分红的方式每年得到一些资金的补助。所以安娜觉得这个企业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企业，通过他们的方式帮助当地的百姓脱贫致富。这样的一个企业生产的粽子，我相信他们的品质要求也是非常高的。现在带大家去看看他们的生产车间怎么样。生产粽子的车间呢不是非常大，但是据说他们里面的规章制度和环境要求是非常严格的。可以直接穿鞋子。来，这是腌制肉的酱料，都是采用了合格的桶装油和生抽的形式。要新鲜，土豆全弄，没有盐。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包粽子的粽叶，它
跟我们内地很多粽叶都不一样的。这个呢是采用了海南深山里面的豆蔻叶，在本草纲目里面记载，豆蔻叶它是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的。它发出来的粽子味道一定有它的一个道之处。再看一下蛋黄，这蛋黄的话呢，是我们万宁这里的海鸭蛋的蛋黄。海鸭蛋呢，就是吃小鱼小虾长大，在海边长大的鸭子，它的营养比其他的蛋黄更加丰富。解包粽子，一般一个粽子的时长呢，大概是20秒左右。那我之后的话呢，把这些粽子，刚刚包好的粽子，然后放在这个吊篮里面，然后放在这边的一个蒸炉里面去蒸煮。蒸的时间呢是50分钟，温度的控制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你温度的时间不控制好的话，那它粽子就会有夹生，就是里面会有生的，所以这道工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道工序。大哥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样子一口锅它可以蒸多一次性蒸多少个粽子啊？一次50分钟内可以蒸2多个粽子啊。我明白了，就是这口锅的话呢，这样子一篮粽子大概有550个左右，然后这样子一口锅里面可以放四篮粽子，那就是说四五二十，这一口锅50分钟的时间可以蒸出2000多个粽子，我们看一下它有多深。哇，都见不到底了。粽子要出锅啦。我们现在这一个步骤呢，就是要把粽子表面的水分然后吹干，吹干之后呢会放在这里进行一个晾晒，晾晒水分更干一点之后呢，就会拿去进行一个真空消杀。现在这个车间的话呢是打真空的，这两台机器是高温杀菌的。这是成品粽子，看粽子出锅啦。看一下我们海南和乐的粽子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工厂里面看到的粽子，蛋黄和肉超好吃超香的，先尝一口。这个是15克的，那边那个是200克的，对吧？尝一口有蛋黄和肉的，真的很香的。它有虾粽还有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今天我也要去赶海了，因为呢一直非常好奇为什么他们能够出去一趟捡到那么多的好东西，然后我自己家也住在海边，今天我也要去赶海看一下我准备的铁夹，还有了专业赶海的耙子，看看我能不能找到宝贝。走，这里有两个好大的洞，我挖一下试试看有没有螃蟹，用这个东西挖。真的有一个，真的挖出来一个，但是好小啊，超级小的螃蟹。这边是沙滩，肯定没什么东西，所以我阿爸带我去那个山的后面去找找看，他说那边的螃蟹很大一只的，走吧。看这里很多人钓鱼，我阿爸说那块石头那儿很多螃蟹，我们现在去看一下，下去。我的天哪，看到没有，那个螃蟹就在那肆无忌惮的爬，看这些螃蟹太放肆了，你太放肆了，蹦一下又想一下，很多很多，可是根本没办法抓，为什么别人抓螃蟹那么快，这螃蟹很多跑得又很快，要怎么抓？这个螃蟹有点笨哦，一夹子下去就抓到了，好一个。你看这边有个水坑，我看很多赶海的人
把这个水坑抽干了就有货。我们那个水坑都可以清澈见底了，是很难抓，跑得很快。然后我再去看一下那一块石头下面水沟，看这水沟有没有什么货，全是螃蟹。这里是有很多，但是也抓不到，我还是走吧。我现在又回到沙滩这边了，我觉得我们这边的海只适合呢像那小朋友一样玩游泳，不适合赶海，但我还得去找找看，来缝里面找一找有没有啥东西。哎，我看看这里有没有螃蟹的。这里啥都没有。我们家阿爸去抓海胆了，在那里。阿爸回家啦！这是我阿爸去海里面抓的海胆，可以回去做蒸鸡蛋给我儿子吃啦。我现在回家给我的宝宝煮海胆蒸鸡蛋了。想要看大海的，想要看一个小白赶海的，记得点关注哦，然后持续给大家更新赶海小白赶海的视频，拜拜。我现在回来了，把这个海胆弄一下。我阿爸不会弄这个海胆，就说这边的人不吃这个，我要笑死了。那以后我天天去抓海胆。说实话，我也第一次杀海胆，就是在网上看他们杀的。没关系，什么都是第一次嘛，赶海也是第一次。蛋出锅了，不过失败品，忘记放水。来，过来尝尝这个，好吃不？挺好吃的呀。哦，宝贝，好吃吗？这表情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现在是早上的7:30，然后我们赶早去车管所拿下我的电动车。到现在为止呢，距离我的车被扣已经12天了，今天去看。Some
才开车到家。嘿，都看完了，关注点个赞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今天去镇上买点赶海的东西，然后带大家去看看我们这个小镇吧。我现在到镇上了，然后先去菜市场买个菜。多少钱一斤啊，鱿鱼？大概20，20没有。啊。1.5元，1.5元，5块，百香果，老板，哎，吃个豆腐花，灌饿了，现磨的豆腐花，我现在要回去了，太晒了，走了，回家了。我婆婆也收摊了。晨晨要吃哪个？要吃火龙果啊？好，妈妈给你切哦。晨晨吃了一嘴巴都是。你夹的。你少帮我夹。老妈，有什么？在海口，你以为你所谓的新能源车不会被扣吗？你想多了。我明明可以跑的。它这个是新能源的车。一样的。我看了有。微信公众号叶城调警是吧？那个办事大厅里面，我写的。悲惨了，本来去海大的，然后车被缴了，因为我的车没上牌。车回家了，不看了，今天郁闷啊。十分钟前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跟我家一江之隔的海南大学，看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这是海南大学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。这里是我家，然后对面那个红色建筑物，红色瓦檐的建筑物就是海南大学。哎呀，这个船可以坐到对面去吗？我没赶上啊。还是骑我的小电驴去吧，因为里面很大，骑电驴比较方便。骑一个车出去，拎个帽子回来。这个台铃电动车这个骗子还告诉我说不会抓车，气死我了。我现在回到家里面了，本来阳光明媚的一天，想带大家去看看海南大学的，很不幸我的车被带走了，然后我现在回来得在网上考试，然后呢考完试之后呢等通知，还要去离海口市区大概有10多公里的一个地方吧去拿我的车。嗯，我太难了。大家记得点个关注，然后点个赞吧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我们镇上，海南省万宁市的和乐镇，然后这里的夜生活非常丰富哟。我们现在去吃一个这里最有名的炒冰，看生意超火爆的。喜哥坐哪里？这里呢是和乐最著名的炒冰啊，每天呢是清早上千只份的，在这里生意好。一天卖多少份啊？一天卖到都不要我老板了，那个商业机密。我也不知道一点能卖多少。那个我要点很多份，有是什么味道的？
什么味道都有。看每个摊子都非常的热闹。这是芒果的吗？哇哦，是纯的芒果汁。放啊，说这放的是什么呀？芒果汁加香蕉，再加点炼乳。这个芒果香蕉的看着很好吃哦。好啦，两份炒冰就烤好啦，加点花生。它是新西兰的，好吃吗？炒冰的最高境界，调查好哟。好不好吃？大家看我的芒果香蕉炒冰。嗯，浓浓的芒果味，真的很好吃。多少钱一份啊？18块。18块。18块。川啊，真的很好吃哦！下次来海南，我请你吃，记得点击加关注，请你吃炒冰哦。炒冰。这是个晚上顺利结束。放屁啊！我感谢华乐小姐这两天来对我们的讲解，对我们的导游讲解比较成功的一名导游。谢谢，鼓掌呀！来嘞。今次留啲大家倾向，会少打多一回，系咪？八上就大好冇啊！多数叫猫攞嚟观赏，只有一小段怪结咯。哥啊！我永远尽全力的。我现在在五指山革命根据地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前面录了一期《海南人的早餐》，备受争议呀。看看这是不是你们想要的海南早餐？最有名的厚安粉啦、吃这个粉最重要的一定要加点胡椒粉，要加点海南的黄灯笼辣椒。包的椰子，请欣赏海口的下班高峰期。
其实还有另一面。住在海边是一种什么体验？这是我的婆婆，看她表演。这是我的公公，儿子的守护神。这是我的儿子，他平时力泡妞。叫爷爷给你做，来给爷爷。平时力甩赖。回家，我们打哦。快点，我看哦。打。那你一个人？嗨，大家好。嗨，大家好。嗨，大家好。这是我一个操心多喝水的人。问题来了，你老公呢？他在赚钱养前面那几个人。你确定不关注我吗？我每天带你看大海哟，请欣赏我在海南乡下的一日三餐。7:30早餐，9:30中餐也做好了，因为我婆婆要赶10:00的麻将。一个人默默拖到12:00吃饭。5:00晚餐。乡下的排骨好像真的比城里的好吃。放学了，去哪里呀？去姑姑家。我们现在去姑姑家吃饭。到那边呢？啊？小肚子饿啦？是不是肚子饿啦？晕车的奶奶。姑姑家在哪不？在这啊。哦，你小小的时候就住在姑姑家是不是？看小顽皮。这里掉。哎呀！来讲今天中个大钱，大大奖啦！7:30就直接丢火锅里面就好了嘛。我发现一个姑姑家的这个电话好好看哦。爸爸我爱你。你提的什么呀？这个是给两个哥哥的，对不对？把你的台灯拿过来了。这个得说来吧，我愿吃，就是要花钱弄啊。小孩吃东西，大人吃。糟粕醋，不等，来，来碗。有碗了吗？对，我洗碗，回尿里。啊，好了。家来有家的，我还你。哇。你带中没啊？有。我带中没啊？你看一下怎么进？你放哪边？对。六湖南又湖南那边。这个地地不懂，带毛这个这个。红参龙哥哥。我们有有虾。吃一碗这个，20块钱一斤的米。
几号出团呢？明天啊。不要，明天三号，不要，三号五号回来。那个白头发，哎呦，你看好明显的白头发哟。谁？你德行，那我说的，吃饭没有？没有，我那个车上。你要干嘛啦？什么东西啊？小孩子，你说一下，你要讲这个，你再改了不？然后你动了腰围，打针了。叫什么？不要了，他不吃，来放着。干嘛？干什么？妈妈。哎，爸爸。干嘛？你干嘛？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催你们。哎呀。我的小猪仔，吃什么都不吃。亲一下姑姑来，亲一下姑姑。我亲你，你亲我吧。还是用脸亲的。那个。吃了，又走。今天不是要吃饭吗？我是怕五个家伙，我不要。哎，要你五五嘞。不要。我来要。我问你哟。这个手机，你跟他讲。你看你赶紧拍了，正常都站在那里了。你看你要拍了，正常都站在那里了。你看爸爸好傻。拜拜。扛着东西。你这啥子在那哭哎？哎，老祖宗啊，好几天都没亮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娜。今天呢，我们公司组织出去三亚采线，从海口出发，为重启海南旅游做准备。看这边穿红色衣服的都是公司的导游。哎呦，站在这个车上了，非常感慨，真的。然后也让我懂得也明白了很多，其实大家真的都不容易。面朝大海。春暖花开，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，喂马劈柴周游世界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。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到三亚了，第一件事情先吃饭。是竹筒饭。北京时间的2点钟，我们才到了今天的唯一的一个景区——大小洞天。这是一个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。对，我觉得还好。现在带大家去看看三亚的大小洞天。天气真的很晒，但是在那个太阳底下，没有太阳打伞的话还是比较舒服的。经过这条椰树长廊，我们往下一看呢，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了。
我觉得比印尼那个漂亮太多了，后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。来的时候啊，坐车到小东，到小叶湾转一圈，快小冬天下车就靠小东。前面这块大石头呢，就是小洞天。他就讲出好多这种关于地壳的。大家现在看到没有，这里有一条黑色的悬壶岩，然后从山顶上滑落在大海里面去。刚刚我们讲解员呢就是在讲说，我们整个大小洞天这边呢都是花岗岩地貌，但是呢唯独有一条悬壶岩，也就是火山喷发的悬壶岩，从山顶上一直流入大海当中。所以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原本这里有可能也是一个火山喷发的一个地带点来的。走吧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这里呢叫做鉴真木海，相传呢当年鉴真和尚经常在此沐浴，所以取名为鉴真木海。看，这有九只十只乌龟。来拜寿。双龟凳谁敢坐吧？三龟，不是我这样的，要能被双龟家祖上烧高香。那改成了一个彩虹滑道，我们现在要去滑一下这个彩虹滑道啦。我们现在准备好了，要从这里滑下去了。来来来，一道下，看过来，耶一下。好，前面翘起来。喂喂喂喂！啊哈哈哈哈！帽子掉了，帽子掉了。现在这个景区就差不多结束了，要离开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你确定不关注我吗？滑着滑着就找不到我了。你要一个砍一个卖还差不多。Hello， 耶、yeah. ！我们去捡一点树叶给它吃吧。好的，那你捡吧。给一个树。妈妈，你好了，洗好了。嗯。走吧，思辰。不同队，他第一次跟着你要看他学习，要复原了吗？没有，每个很饱满的。这边哪个？你在干嘛？这是两条线，你知道吗？他的头是他的。喂喂喂，小心，小心。Hello。吃吧，给他这个羊吃，这个羊饿了。这是小。你带给谁喝？再早一点茶就可以了。哇，草莓给，Hello， 大家
泡水。用了吗？用了吗？自己去买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赶海小白又来赶海了。今天来这片滩涂，看看能不能挖点什么东西。走吧，这里有一个废弃的鱼排，我感觉在这里应该会有一些生蚝和螃蟹吧。这有一些生蚝，太小了，反正没肉。就是这个洞里面有个螃蟹在那爬，大青蟹，我现在要想办法把它弄出来。也是一个很大的青蟹，我不敢拿手去抓，摸了个青口，我要放弃那个螃蟹了，太难捞了。放弃这个轮胎，继续走。有货有货！啊啊！抓到一只，看这里有个螃蟹，弃腿而逃了，拿都拿不下来，妈呀！它已经跑掉了，还赶海抓到第一只螃蟹哦，所以先不放过了。这青口还蛮大个的，收了。我现在要放弃挖螃蟹，认认真真的去找青口了。真的，哎，嘿，踩住！这下是只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妈呀，太凶猛了这螃蟹！学阿峰的，罩住。一只，这叫什么蟹也不知道，上桶，这个可以吃了。好多螃蟹冻的，但是感觉螃蟹不大，听着那个声音一直在响，那缝里面是挺多螃蟹的，但是跑得也很快。那现在要回家了，今天因为太阳快下山了，天快黑了，然后我今天的收获就是一把青口，然后几个生蚝，这个生蚝也不知道有没有肉，先带回去看看先，还有一个螃蟹，不敢抓它了，太凶了，就是这些收获了，先带回去，明天继续，然后抓多了一起再煮。这期小白赶海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拜拜。小白不是我的名字，我是一个赶海小白，记得点关注点赞，持续给大家更新小白赶海视频，拜拜。要把这个椰子打开，然后做椰子果。我现在宣告失败，实在打不开，等爷爷回来打吧。妈妈无能为力啦，给你做椰子果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加馍加馍姜母，看我们今天吃什么？鱼、猪脚、青菜，还有专门为我准备的辣椒。现在是中午的10点，我们在吃中饭。吃完中饭之后呢，就会到晚上才吃饭。下午的时候呢，就做点椰子果吃。
基本上都是烂的。我在海南吃饭都是靠着一碗辣椒酱吊着我的饭桶，没有辣椒酱我都吃不下了。我吃的酱是辣椒，也是辣椒啊。嗯，爷爷买了个什么？鸟。啊。我们先去吃饭再看鸟，好不？啊。哦。那奶奶是不是去打麻将？拜拜。下雨了，跑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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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。上来。怎么穿个鞋子穿反了呀？啊。换一下。你在看什么啊，真的？真的看什么？快跑，咬人了！快跑，快跑！啊，你看鸡就看鸡，为什么要带着妈妈一起看？玩鸡。啊？为什么要带着妈妈一起看？啊？你也会游泳吗？鸭会游泳是吧？我会游泳。游泳啊，是鸭还是鸭？鸭，鸭飞起来喽！妈妈怕怎么办？怕，不要，怕，哦，怕，撂撂撂，走，上，鸽子真好啦。鸽子腿是吧？啊！来，管好了，来放手。妈妈也游泳了。好。哎呀！给肉吧，哇，咦呀，这个笨蛋，咬一口。我要坐这个 K2 从万绿园出发到最后一站的观澜湖度假区，终于出发了，现在是10:30。我看一下到观澜湖的话呢是几点钟吧。这里面是一个度假区，进来观澜湖了。这里面环境倒真的是挺好的，鸟语花香的，就是远了。环境真的很好，这里从市区的万绿园上车的时候呢是10:30，现在的话呢是11:30，整整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。走进来还好。一点点就到了公园一号，整个观澜湖有很多小区，然后我朋友住这个公园一号。嗨，啊，这个房子是真的很漂亮，环境很好，很干净哎。你这还有别墅区啊？是吗？哎，游泳池呢？我看还有游泳区。啊，看看这边的房子。啊，对啊，哦，你们阳台都好大一个，你看一个这是。一个户型的阳台，就是关键好像可以爬到隔壁。这里总共，这里总共有几栋啊？是啊，这一梯几户啊？哦，是这样长长的哦。啊。我知道就对啊，啊，这里看起来挺舒服的。哦，是这样子的窗户啊，这是一个厨房，朋友在里面做饭。这是一个书房，然后呢也可以做成一个房间。看这精装修，全部都带中央空调的，那装修真的好呢。这是精装修的房子，这墙壁也做得很好。洗手间干湿分离的，然后这里一个次卧连着阳台，看一下，它整个阳台都是连在一起的，阳台非常的大，就是次卧、主卧和
客厅的阳台都是在一起的。这是主卧，主卧还配了一个洗手间。吃饭啦，这房子呢是2017年的时候买的，当时的价格呢是18000块钱一平方，然后呢产权面积呢是70多平方，那加上它的赠送面积，这个格局的话差不多是有100个平方左右的，算下来总价的话大概是140万吧，精装修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记得点关注哦，带你了解海南，拜拜。又是新的一天，现在去东莞的会场。早上好冷啊，现在是早上7点钟。左转，随后驶入左侧三车道，往左转的方向，随后250米向右前方行驶。爆歪了！嗨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这搞得像非主流一样。Hello， 是吧？我。万年历啊 ，ABC， 我知道了，我们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三天一宿的。正盛大事业，定期都有。中国人都讲究环境，我们的风景一定要严重。新的一年。现在是晚上12点，我们刚下课。好学之人，好学，你看这个还在看书呢。你们为什么戴口罩？是因为太丑了。是太丑了，实在太憔悴了。是我们出来的第3天了，现在是早上8点钟，我们要继续去上课了。这是我命，那地主是水命的人，你带着这个续图的话，你有财库。为什么王健林有钱？这是我们出来的第4天。快速结束我们的辅导，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环境，请大家把手。今天是感觉海南岛这个地方发展不起来了，真的要绝望了。我们现在从东莞回海口，好臭啊，车上屎味儿。高档卧铺，买了这种卧铺还花了300块钱，花了哈。我们那个车已经坐满了，但是他为了赚钱就加到1000。塞了好多冰糖，不知道，我都放不下去了。是应该叫
叫做一直有这种事情在发生，只是我们太久没有经历了。这是省钱呐、啊。他们肯定是这车嘛。反正我们现在是倒了第二次车了，深更半夜。听说还有两次，还要倒两次车才能倒到我们的目的地。旅途艰辛呐、啊，北探家不容易、啊。我们就像被贩卖人口一样。我们坐了卧铺之后又换了座位。对，座位的那个。现在是晚上一点钟。人都要崩溃了，突然有点讨厌这个地方了。现在是一点钟，我们坐2:20的船到海口的新海港。反正我现在是感觉海南岛这个地方发展不起来了，太折腾人了。进一次岛我们已经经历了多久了、我们从下午3点到现在11个小时了，将近12个小时了，绝望了，真的要绝望了。火车也很折腾啊，火车要15个小时啊，没有高铁，而且高铁不好用。对啊，如果是我要去一个地方工作，我肯定不会选择这个地方的。说出来，哎呦，他是飞来飞去的人，是普通一般的人工作，他肯定是不愿意来这里的。我就船到了，上面人坐上面都是硬板凳了，找个地方坐吧。耶，这里，哎，算了，这脏死了，不找这个坐，我们就找这个地方坐吧。我没办法了，只能不文明了，就这么。显得我太笨了，我真的是出不来。睡吧。凌晨4点，到海口了。最后一趟了，转车转了5-6趟，最后一趟到家。你累就累啊，累就累，我凭什么累啊？刚刚你吵架，我没有跟你吵架，想到你婆婆刚你吵架，我跟我婆婆说呢，我9号要去三亚，今天是6号了，然后我婆婆说她在这里待10天，她就要头痛。还没回万宁呢，回港北。那你回来回一趟车费不都200多300块钱了、啊、你改了，你不改我，你改了，那你车费不是浪费的吗？我可以给你钱花，但是你人说就人说了，我想回家看看你，搞我给卫生就回来搞，跟你跟孩子搞卫生可以吗？可以，你改我行不改我行，我要不怕爬啦。随便你吧，反正回就回吧，你九号9号，反正我就回来，我回家也好空，我待一下。你现在回去打麻将吧。没有钱啦。没有钱。那就等你回来再给你钱。没了，你回去打麻将。改不改了？没有钱。他回家没有钱，搞卫生。他回家搞卫生。天天说搞卫生，家里没有人搞什么卫生。老爸没有人，老爸你让他自己搞啊，你总是这样子不让男人做事，你自己都累死了，你还要他自己不干活，让你累，你让你儿子不干活，那不是我也很累啊，你自己累就算了，你还教他要这样子，你看老爸你不让他搞卫生，不让他做饭一辈子，你不是累死了吗？那你还要把他自己教成这样子，然后让我也累死啊。你累就累啊，我累就累，我凭什么累啊？哎呀，我不讲啊，我想跟你吵架，我不想，
我没有跟你吵架，我在跟你讲道理，我在跟你讲道理。我不跟你吵架，我跟你吵架，没有跟你吵架，跟你讲道理。男人是要让他干活的，他在外面，你看像老爸这一辈子，你又说他不赚钱，你又在家里面觉得什么都不让他干。他老了，他老了，你不也老了吗？我老，你不让他干算，那是你老公，那是我老公。你爱你老公啊？我老公，我他肯定爱，我不能让他什么也不干，让我累一辈子啊！我累的对我都累了，你都累。我到你家，你要不搞卫生啊？你到外面工作的回来，你什么都不搞啊？那你现在走了，不是家里面你看乱七八糟的，我得搞啊！我回来跟你，我回来就跟你干。你自己看我出了嗓子都这样子了，我累得要死了。我每次回来还不是我自己要搞卫生啊？搞就搞了，你能带家呀，努力工作搞这个家。所以就是我要赚钱养家，啊，我要还带孩子，我还要搞卫生，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做。我知道啊，知道。所以你辛苦啊。我是说让你知道，我是说你要教啊，是。他干活的时候，你要教他多帮老婆干活啊，做家务啊，带孩子啊，而不是教他说女人干的事情你不用干啊。我到个婆婆不要孩子干活了，工外面工作，家里玩。他在外面工作，但是在家里面应该分担的，一样要分担。那我也在外面工作，那我回来还不是要干活嘛，对不对？分担的，你。那公婆分担，对呀、啊，两公婆分担就不会那么累了。你自己都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你还要教孩子这样子。周小孩去找妈妈要钱，爷爷也说去找妈妈要钱。他自己找妈妈，你断手改定外婆奶奶，那不是你家的呀，那不是你家的、啊。他自己讲，肉熟了没有？火上。中国共产党，我是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，遵守党的章程，履行党的义务，履行党的义务，执行党的决定，执行党的决定，严守党的纪律，严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忠诚，对党忠诚，齐工作，齐齐工作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和人民牺牲一切，永不放党，永不放党。山西人，黄金。闽华仪式现在开始，不闹。这位职工，治安职工，里面再闹。坚决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。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，遵守党的章程，履行党的义务，履行党的。这里是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的坡村，建的真的非常漂亮。如果建党的话，可以来这里走走。是，它是我最喜欢的。是丢掉了我们陵水县城，他们就成功的进入我们的陵水县城，保护住了我们的家园。这里是可以让一些村里的孩子和成人来看关于革命的一些书籍的，技能真不错哦。
今天周末一起相约去鹿岛公园，出发啦，吃一碗当地人最喜欢的早餐厚安粉。到达目的地，儿子已经开始欣赏风景了，车子也排到了好几公里以外。今天气温30度，免费领票的人已经排了长龙，看来免费的东西不好拿呀。络绎不绝的人都为了一个目的，看这几头梅花鹿，小鹿们已经被挤到了角落，大概也吃撑了吧。还是糖果对小孩的吸引最大。哎，终于找到一只落单的小鹿，来摸一下。很显然小鹿被摸得很迷茫，那就再摸一下吧。看着可怜的小鹿，似乎今天的游玩失去了原有的意义。10分钟不到，孩子已经失去了耐心。那就走吧。你的城市也是这样的蓝天白云吗？下一站，我们来到一个农家乐。孩子们在院子里荡秋千，玩沙子，再吃上一桌农家饭。饭后钓个鱼。耶耶！蓝天白云下，孩子们开心极了。孙子，耶！猪，你是成。在地里认识一下新鲜的蔬菜。又到了告别的时刻，洗去脚上的泥土，又是美好的一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现在我要下三亚开始我这个月的工作了，大概要在三亚待半个月吧。这是我的装备。今天好多人哦。带你看看海口外滩。